们这边开了一家新餐馆，婆婆非要拉着我一块去吃。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肯定是真的嘛，吃个饭还会是假的吗？那你请客我就去。好啊，走。我回来还是有点剩下钱，那我先排个空，我多吃点。哦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哎？我说的不是这个啊。这小可爱是谁呀？这谁家姑娘啊？哎呦，这么漂亮啊！别跑啊，我不是坏蛋。别跑这么快好吗？吃个饭这么积极吗？抢着买单啊！甜甜不要牵哥哥的手，哥哥不让他牵。要不来个博弈呢？博弈怎么办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今天吃到你破产。切，真是的，能吃多少？我先行一步，咱们去抢位置啊、哦。哥哥去。哥哥追啊！哥哥追。哥哥去。我就不愿意，他不。那我抱着你呀、啊，你看你脸上跑得红彤彤的。到了，吃这家了。这一片都是荤菜，往贵了点。那必须的。咱们看有没有龙虾免一次吧。龙虾哥哥，你锁定带了没有？哥哥，那就行，我放心了。看着不是很大，小小的。现在开始点菜了，也不知道点什么。我仿佛听到你的心在滴血。没有，不会，你今天管吃吧。今天没有个500块，不1000块。1000块钱也没问题。猪肉上桌去喽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开两个包厢，就是在这边了。我要喝，我要喝。你摇啊！这家伙已经等不及了，要喝汤汤了。自己都开始动筷了。不着急啊，我来。小汤汤。先给我们甜口来一碗。我看汤汤那么小，是奥特曼。你猜，我猜包的还是在回家呢。他闭着眼睛在点菜了，然后代表一点喊出来，你估计要下雨了。不会，说是不心疼，可是还在问价格。可是我没钱，你有钱耶。不管，我今天吃饭我立马就跑。你别想着让我没掏钱。没事，哎呦，怕了谁呀、啊？别好头才有用。你个闲酒人。那个，你看脚，你看脚，它是垫起来的。窝窝头，窝窝头，你吃一个好不好？来了，都有点辣，还是手下留情了，没有点海鲜。这是谁点的？这么温柔。还有这个，帮我盛一点啊。我还要。不要像不礼貌，宝宝，不能跳桌子啊，不能跳筷子。这样子呀。是呀，那就是。你拿个水好不好？是爪子。这是什么香啊？鸡爪。嗯，宝宝不能吃鸡爪。宝宝吃腿，不是要吃我的包呢。鸡宝宝还不能吃，鸡宝宝养大了才能吃。这是脚掉了。嗯，奶奶吃掉了，对。妈妈，奶奶。吃饭好不好啊？吃饱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个真好。大婆婆买单了。完了，想不起密码了。不玩了，324。肚子是饱了，可是口袋空了。没有空，还有下次呢。打道回府了。这家伙懒得不走路，还想坐公交车。我的车。好挤，太热太热了。妈，你要不要吃？要。好热，我就想吃个冰凉凉凉凉。啊，这个什么？这是清补凉的呀，我给你舔一小口就好。来吃吃。好爽。上次我妈请吃饭都是已经是去年九寨沟的事儿。那个吃的500多好像哦。一年过去的。409算400。记得这么牢。是啊，我都不敢让你请客了。然后记我一辈子。不会啊。一年过去了，西瓜 play 也开始了。这次争取看能不能去三亚吃。对，你要是晋级了，我到时候我替我再请你一顿。好，那我得努力了。我要吃海鲜，我还要住海景房呢。还有你手上的清补凉。嗯，我只能请你吃一顿。一顿那没关系啊，一顿我把三顿合着吃。那我呢？你要吃什么？哪一会儿呢？我要吃姑娘。你要吃姑娘啊？还要清补凉。明天41度。明天还更高啊？一天只会比一天。那这是火炉啊。给我留一半，让我喝是吧？嗯，吃别人剩的也得说的这么好听。就是你嘴甜呗。
么样？金牙冰。蛮不够的。嗯。龙眼呢？哎，不能用这样咬。来，妈妈给你咬。这很甜的、啊，这花是半冷链的，所以很新鲜。这一直还都是蜜。现摘的。嗯，这一直给。好不好吃？他是第一次吃啊。就是第一次吃啊，他啥时候吃过龙眼了、嗯？看来个头不是很大啊，但真的很甜哦、啊。这是不离片的，不好吃，他一口都不会吃。嗯，不要靠这些伪牌子啊。好吃吗？但是你不能吃太多啊、哦！这蒜头，对，最后一个。你说话不算数，你刚才不是说最后一个吗？我也生气了吧？嗯，好甜，好甜是吧？嗯，好了，不能再吃了啊！怕蒜头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不能再吃。我又没东东，这里快熬下来，这里这门快坏掉，断了气了。哦，现在快水熬下了。嗯，够坚定啊！这加了坚定个，这更当啊！啊、新鲜也很新鲜啊，来喜欢个清清的，喏，你透明透明的，嗯，那咱们还很小耶，一节根当哎，根当它扎吧。这一颗是咱们家的龙眼树，知道吗？嗯，什么声音？吃了。